哎呀，这样比之前遐好食，蛤蟆起起来。今嘛甘吧。嘿。啊，你看你无。嘿，无啊，今嘛我拢卖这，这卖足久个，这韩露你八十趴，一包鱼啊，我两包三包，卖三包，先价钱个先个，百五咯。一百五，百五包咯。啊，这你前面这买百五，等去食看嘛。你食下林刚发来买四包，百五个要食鸡块无？百五个要食鸡块无？百五尔，还是你买四包？好啦。来啊，买四包好搞啊。鸡块百五个买啊，无我收起来啊。哎呦，歹看，百五拢有啊，蛤蟆摕起来，拢买迄落。老板有无听到吗？有，我随来买。老板，到串鱼。五元有。啊？有蒜泥无？有，恁讲的四样拄啊，今日全部拢有。菜头粿先来，蚵仔饭过来，蚵仔饭差不多是200多啊，拢无啊，剩一寡尔，未注意啊。啊，这咱的蚵仔好食无？好食。一包只要来200呢，两包只要400，我来算200。我这包搁送你呢，这包搁你400呢，你买这买400200的，啊，搁只香真好食，200搁有买蚵仔饭的无？啊，买一包干啥？啊，好啦，买一包食看卖啦。我就要甲你买，一包够要食看卖无？蚵仔丸啦，足香的啦，我袂甲你骗啦。我就要甲你买个。拢有啊，来，我讲过来卤鱼腥肉。小贝啊，你要200多包？100多哦。啊，所以你不要上网去啊，网不要网过。上面食萝卜糕的。蚵丸啊。蚵丸甲摕200啊，蚵丸萝卜糕上面食300多啊。春水堂呢？这两包，这三包，三包你也买一条退钱，这包给我领300块。萝卜干好，两要吃无？300块，蛤蟆好啊吗？你看时间，后头卖跳落去啊。那两要吃萝卜干100块，吃半卖无？150。100块，萝卜干够要吃半卖无？来，如鱼青肉，规身毛起，你唔要去底下换啦。规身毛起啊，紧啦，蛤蟆我是爱分分的啦。蛤蟆啥物？你要个300啊？来。冬姐啊，啊！即你买一个菜头粿，百五同食半碗，我袂浪费。你相信我一届，是个。阿姐，你相信我一届，袂甲你好笑。蛤蟆今日摕钱个啥？几包？啊，徛这摆哪走去啊？哎，我们几包啊？恁几包？一包尔。哦，一包啊！这蛤蟆上个2包。谢谢啊，美女。拜拜。果冻有哪样吃无？20块了，今日20块。20片，你看囡仔孙仔吃，今日20块尔。猛买猛吃，猛吃猛吃，饭后水果一定爱吃。阿姐，饭后水果，阮公司拢来传好啊。甲你传哈密瓜，甲你传草莓、菠萝、红梨，20了。打20块。来，这一个。阿娘娘。是你二十敢无？哦，我真济啊。三个，20块够买来无？好，来包3包去。上面食鲈鱼青咯，300多啊。我卖你这个一支饲拢无，你绝对买袂到的哦。300上面食，这一袋鱼啊卖2袋500几块，300多啊。300上面食，这袋要送你新价钱，这袋我拢无饲。300够要食鲈鱼青吧？哦，啊，这只要来300，我只必须要负责嘞。这一支饲拢无，你等下用这个用手去装，就必须要买。啊，这个要搁算你哦。300够要来无？无就收啊！来，哎，三包。以后我把乌鱼丝卖煞。哎，阿哥，白腿。啊？有白腿无？有诶，这我煮诶，白腿无？有啊，这青鱼啊，你要对鱼，要一支啊，一支。一支豆干，一支甲干，你要对鱼。你要啥物？你讲要狗粉诶？狗粉诶。狗粉诶是卡拉鸡迄支哦。卡拉鸡，啊，这你算你买偌济？你敢要来我这搭买过？买500好无？这地块送你，这地块，这地块你取来求水兼退钱，这地块来啊无500啊，500够要食鳕鱼的无？卖2箱啊，卖2箱啊，你也卖紧的哦。啊，我果冻那无。果冻你帮我包一个，等下啦。来哦，包两份啊。来500三袋啊，来啊，三袋啊。无啦，我咧无用。4袋，你咧无用啊？对啊。啊，我嘛咧无用。你无看我搭裤拢唔好来。好啦好啦好啦。靠，你到搭地人啊？一个人啊，奇怪。这个箱有人要来无？啊，无你靠稳地，我买第一个。等下我要摕一口你。一个雪梨，你搁差几个？三个啊。来，安尼收起来。搁啥物？搁要食啥？啊，这我这个无鱼啊。无起来，伊讲也无鱼啊。有睇到钱也无到。哦。家己讲我无清楚的哦。有物件睇啊。啊，你有无？你家己无清楚哦。
来，啥物食飞机饭的？睇下去个。来飞机饭有啥物食的无？你甲刷了票。你无可以啊。这花枝饭这两个真正就好吃啊，350块啦，100块一百块。飞机饭啥物食？这三块五号就百二啊，四块五块六块六几啊四啊100块啊，100块就好。好，阿姐，一百拢有啊哈！我还讲你先给钱的人，叫我送一袋、送两袋、送三袋、送四袋，这十袋你免考虑啊，一百就好。这面对要你欢喜的，一百个要吃飞机牌无？我买一百。一百个要吃飞机牌无？一袋一百，两袋一百，三袋就百二啊！这六袋二啊，是送一百，七袋啊，八袋啊，九袋、十袋一百就好啦。一百，一袋一百，两袋一百，三袋一百，四袋啊，五袋啊，六袋啊，七袋啊，八袋、九袋、十袋一百就好啦。一百个几个？最后一个一百几个重啊！你讲三块就百二啊，这免考虑啊！这有够好吃，有够香的啊，真正的尔。最后这一百要倒买买无？最后这一百要倒买买无？一百块。一百了。啊，这你要食这鸡腿哦？这种的吗？哎呀，你讲鸡腿讲这落啊啊，这个猪血捞较贵哦，这种的哦。029像来算一下，上面种的几只的？两个鸡啊。哎，我果冻无爱吃啊，无。系啊，果冻叫你啊。无啦，我无吃。真贵啊！你。我咧种个个，反正啊。没有，反正啥。好，谢谢啦。我老妈无这个。我炒下伊用好啊。鸡腿也可以啊，两啊两啊，够肥肥啊。意大利面啥物口味啊？白酱。白酱鸡啊。青酱嘛鸡啊。来，意大利明太子面啊。来，啊，这里青酱，迄个番茄面用啥物？要偌济偌济？我白酱500。好啊。来，我白酱。青酱偌济？好来，落我计看。伊这白酱500，一百。哇，这白酱做好欠费哦！你头尾买金尾买300、400，来500，啊！来青酱买来100了。个人买意大利面无啦，无我要收起来啊！有啊，来，拍平，卖三箱一箱啊，两箱两箱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要欠到。来个人买啥物？两个人比较好啊，啊！还青个，还400，你买6。啊，这敢袂一支？这几支的哦，你若果唔是，你甲起起落啦，无你弄去记起起来，一支若唔是绝对一支啊，无你弄记啊。啊，这敢袂一支？几块？几块？来，你记起起来，我袂叫你藏起来，你搁徛里啊。啊，迄唔是啊？啊，卡拉蝴蝶腿啊，几支的？客气啊，客气啊，客气啊，睇下有用啊，这哦。老师啊，这鸡腿歹食，我鸡腿袂伤济项个，睇下紧客气啊。来，睇下摕一寡伫我后边遐无？来，上面食这蝴蝶腿的手剁睇下。好吃啊！这哦，啊这哦，好食无？你家讲。来，你要食鸡腿200块啊，今日200块啊。一支鸡腿，两支鸡腿，三支鸡腿，四支鸡腿，五支鸡腿，六支有哩，七支有哩。我来讲，你只要客气的人，叫我拢送你三支、十支。即马这个时阵，你绝对买袂到一支鸡腿只好食20块的物件。餐馆也卖了，拢起价啊，无敢妄想。买买金买买，买买金买买，规支的鸡腿互恁看，啊，200块尔。两包。忽然听到怀旧老歌。200块要食鸡腿哦，最后两个要买买无？蝴蝶，我鸡腿做，哎对，啊这个叫蝴蝶腿对，哎对对对，这蝴蝶腿真正，哪一类啊？六七八九十，十，伊讲蝴蝶腿哦，啊伊那伊那啥名？啊，伊那是大将，伊拢转来只大波，大家买大波啊。卡拉蝴蝶腿，所以你讲蝴蝶腿一支啊，无唔对，是啊，你讲几个？200，五，你总共五个嘛，我一个嘛。你讲几个？哎呦，我可能10块，哈哈哈哈哈，10块连本啊，你嘛买袂着，你10块，你即马啥物事情？我讲你10块，我双包啊，好，真好听，10块你来买我，啊，你卖成本嘛唔啦，10块我你自己给你10块，我买，先我买，你我买，你200够贵啊，袂起，拢了啊，你买偌济啊？姐，你也收200去卖啊？
来，两包。四个啊，六啊，七啊，八啊，九啊，十几个，你做伙先开两包上来。你坐你家就好嘛。系啦，系等。哎，老板，我叫啥？你也袂分嘛？可以啦。是啊。你也袂可以啊？我咧钱无啊，歹势。无啊，歹势无啊。啊。无啊，歹势伊买伊啊，歹势啊，三包拢无啊。我退，我退，我退，有钱有钱退。套车，你个套车啊。姐，你也客气啊，客气啊，客气啊。姐，你老板去买些鱼，买些鱼，鱼啊，顶过，那无你套车，套车几多？哦，我就教伊买咯，其他啲物件重要啊！伊对单买来炒作鱼咯，我上多来炒作鱼咯。虽然我咧卖鱼，我唔惊炒作啦，我一惊我人家当然哦，落个啥炒作个，来收起。哥，你要食啥？我只点的来，干杯！你自己啊，哥。啥物？你讲要食这啊？这一斤两千几块，你要买几只？无啦，送你好啦，送你好啦。啊，这你啊，最好一路的啦。你那那即马，搁你一只鸡腿十块，送你啊。啊，乖啦，啊乖啦。哦，啥物只干贝哩？一只，一只八百，一只八百啦。两个人计唔免八百啦，三五就好啦，加加十个啦。几个啊？我只，我坐哦。啊，无啊。弄下红皮带好啊，你等下迄个搞下好就。哦，我外国几个？干贝荔枝几个无？无，迄个下好就外国几个。好，麻烦姐。恁三公要食这？菜粿要食啥？小笼汤包。小笼汤包用手足济啊，搁用葱无几包，我打开一个。有人要食葱饺皮无？手工的三百五百要啦，一人买两包，等下煎好较好食，一百了。一百块怎么食？葱饺皮一百了啊。快点，快点。